呢只系乜嘢虫？近日有网民喺屋企发现一只背部黄黑相间嘅昆虫，楼主影低相之后就请网民帮手辨认。有网民就指出系蒙面超人嚟，而有认真嘅网民就认出系天牛科昆虫，台湾天牛三宝之一嘅黄纹天牛，仲劝楼主将佢放生。有网民话系贵嘢嚟，记得笃个窿俾佢透气。观林虫害嘅灭虫专家郑国亨接受访问嘅时候，亦都确认系黄纹天牛。本来喺台湾就比较多见，近年亦都可以喺香港新界区发现。一般寄生喺树叶上面，唔会主动攻击人，亦都唔会吸血，除非被骚扰先会发动攻击。